摄影师，你们好，我是一个白领，平时呢应酬比较多，所以觉得自己吃的不太健康，所以能不能请你们帮忙推荐一些有粗粮菜的饭店？谢谢。现代人各种各样的饭局多了，摄入的油盐总是居高不下，多吃些粗粮总能够帮助我们清清肠胃，还能够补充一些必需的营养素。首先要推荐的第一家饭店，它的名字里面就有五谷二字，门口就摆放着小麦、高粱，每个来这的客人都忍不住亲手摸一摸。这家店有一道红烧肉，号称也能够吃出五谷味儿。第一次点的时候呢，是觉得好看，它的五颜六色啊，这种很新奇的没看见过。后来吃了呢，就觉得哎，这个蛮好的，因为它有一种是它有五谷杂粮，这样子对我们身体比较好。然后这个肉呢，特别这个肉吃起来，哎，特又油不油不腻。今天来的话，我觉得这个挺对胃口的，吃上去是有点油，但是它下面有些五谷杂粮。这五谷杂粮的话，我是拌在对窝窝头，很特别的拌在里面吃，就是又美容，又吃到粮食了，对，又吃到这个杂粮了。这道菜外形上设计成下层放了玉米、窝头等主食，上层则是肉，吃的时候可以随时嚼几口玉米解腻，也可以把肉夹进各种饼里面当成汉堡包来吃。不过千万不要以为他们的关系仅限于外部的搭配，更重要的是肉的内心深处早已有了五谷的味道，就是五谷杂粮熬制成汁水以后再来烹制，通过煮蒸炖6小时以上了，熬制成这一块肉。五谷杂粮它的营养是很丰富的，熬出来的汁水呢，主要来烹制它的肉上面的脂肪，脂肪上面可以给它带掉它的脂肪，所以说这块肉呢吃起来呢是鲜香，肥而不腻。厨师说，做这份肉除了用到特别的五谷做配料之外，肉的选料也十分讲究，必须选的是来自安徽的黑毛猪才行。这边的话，我停车呀什么的话是停车，我们门口可以停的，我们也有保安的。什么时间段是你们这边比较繁忙的时候？我们这里啊，6点半吧，每天6点半左右。哎，6点半到7点半是比较忙的。最近有没有什么优惠活动吗？我们现在是在搞菜肴满100块送30元的券。券是下次再抵用。对。下次抵用的时候，需不需要我再消费满一定的金额？不用。第二家要推荐的是一家吃西北菜的饭店，山西面食历史悠久，种类繁多，现在到了厨师手里更被做的花样翻新。这家店就有一道改良后的五谷杂粮面。它首先比一般的面条粗嘛，吃起来口感可能更加爽一点，比较韧韧，有点像乌冬面。手做的嘛，我觉得比那种买来的会好一点。这边都是五谷杂粮嘛，对身体比较健康有益一点。我今天点的是牛腩的，还吃过菌菇的之类的，都蛮好吃的。而且汤头非常的好吃，我们基本上每次吃完之后，这个汤也一饮而尽的，也喝光的。对。不过这五谷杂粮面里面的五谷究竟是哪几种呢？里面都配上什么了呢？配的就有豆面。这是豆面，还有荞面、红面、玉米面、白面。这红面是什么面？红面是高粱面。高粱面。为什么想到用五谷杂粮来做面条？因为五谷比较健康，再一个五谷是我们一个特产，山西的。山西特产。山西的一个特产。粗粮。杂粮，粗粮，健康。这个是什么呀？这个是专门我们做面的一个机器。所以你们这面条是新鲜的，就是它都手都没碰过，直接下在锅里了。对对对对。可别小看了这个压面条的机器，哪怕是在山西都已经不多见了。这种机器历史超过100年，最早的原型还是木头的呢。压下来的面条直接进锅烧，很好的保持了面条的弹性，加上用猪骨熬出来的高汤，配上山西特色的浇头，一碗健康营养的五谷杂粮面就可以上桌了。还有些其他的菜里面有种粗粮的东西吗？小黄米，它也就是山西的一种特产吧，做的那个有那个小米虾，它是一种菜，然后完了它给客人过来，我们会送上一碗小米粥的。这个是多少钱大概？
那个是20几块钱来着吧。然后那个就是说这边停车呀什么的话是怎样的停车？你直接停在我们地下车库，你把车票拿上来，我们会给你停车票的。包几个小时？一般来说我们是按消费给的100块钱给一张。最后要给赵小姐推荐的一家也是西北饭馆，主打西北点心和小吃，卖的最火的要数那道油面窝窝。这是我们北方的家常菜呀、啊。您是北方人吗？是的呀。是哪的？我们是内蒙古的。内蒙古的啊？对。您对这道菜应该很有发言权吧？对的。油面窝窝本身可没有味道，必须搭配蘸料一起来吃。完成了，在里面涮涮就可以了，不是泡在里面的。对对对，这个汤咱们来看看，好像很多辣椒油的样子。对，这个比较适合南方人吃吧。酸酸的，这里面有些什么呀？我们北方的酸菜、香菜、香菜、辣油、芝麻。油面其实也叫做油麦和燕麦，许多白领喜欢在早餐吃的燕麦片用的也是同样的原料，所以说非常有营养价值，对预防冠心病、动脉硬化都有帮助。而不同于西北人的粗犷，油面的制作还是颇为细致的，有三熟之说。它长在咱们内蒙古大草原，它是打下颗粒，打下颗粒它经过水淘了，淘完了呢就是炒熟，炒熟磨成粉面，再可以烫熟做成这油面卷，可以蒸熟，这就是三熟嘛。做好油面并不容易，在加工面粉的时候，必须先把油麦用大锅清水淘洗干净，晾干水分之后下锅煸炒，然后上模加工挪出面粉，在和面的时候还要一边拨入开水一边搅拌，这样的面和出来才会更有弹性。油面窝窝是多少钱一份？小份的17，大份的23。停车是停在哪里？在东方路店呢，还是天山路店？东方路店。东方路店门口就可以停车，免费的。另外就是像这两家店的话，它一般是什么时段会比较繁忙一些？6点以后，礼拜六、礼拜天的话，你尽量在5点之前就过来。不知道今天推荐的这3家店能否满足赵小姐的要求？接下来回答一下近期的观众来电。